湖南卫视的美女主持人沈梦辰最近悄悄地来到台湾，替厦门卫视出外景，来介绍台湾的一些伴手礼。今天下午她到了面包店，要挑战切牛轧糖，那么看起来切的还颇有心得。而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她，在前几天也特别到了台北东区去逛逛罗志祥跟周杰伦开的店。她还说呢，非常喜欢台湾的生活步调，甚至还说有机会希望能够来到台湾发展。我要先找人耶。出外景，湖南卫视美女主持人沈梦辰一身清凉，替厦门卫视介绍台湾伴手礼。很厉害，厉害，哇，切完了，你看，对，我切的牛轧糖，呀，哇，它的那个颗粒很饱满，然后边切我的口水就边往下流，就恨不得就整块放在嘴里咬。挑战切牛轧糖，沈梦辰一点就通，连师傅都竖起大拇指。头一回来台，五天四夜，工作之余也不忘玩乐。我有去到那个东区，主要是去那边就是有看到那个什么罗志祥的店，还有周杰伦的店，还有去逛很多小店，去淘一些衣服。对台湾充满新鲜感，眼睛闪闪发亮，自然的俏皮模样也被广告商相中，找他来试镜。我是全能发展的艺人啊，主持也可以，然后也有什么，因为台湾的偶像剧很出名嘛，然后有什么偶像剧啊也可以。从我是歌手发迹，靓丽甜美外形让沈梦辰知名度大开，能不能如愿来台发展也让人相当期待。哇哦，台湾美食真的超赞哦。东森新闻沈景阳王振宇在台北报道。